接着呢，我们请我们的贵宾，我们的连轨环国处的蔡秘书来给我们做勉励，谢谢。蔡秘书校长，董事长，各位贵宾，各位董事长，大家好。身体健康最好，当然，我们育才会这么好，要感谢各界的校长以及老师，他们用爱的付出，尤其现在。他们创新的教育可以受到肯定，就是家长的肯定，这是育才最好的地方。另外最重要的，在这里要祝福我们的育才63岁哈，生日快乐啊，以后更多的一直延续下去，把优质的教育一直延续下去。但是看他们的创意真的很棒，小朋友能够这样真的太棒了。也借这个机会祝福我们在所有的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，我们把爱心送给我们天底下最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圆环国处的蔡秘书，非常感谢。接着我们邀请我们的姐妹校，我们东山陈校长，还有给我们勉励，谢谢。名誉董事长，还有副董事长，副董事长，汤校长，还有各位来宾，还有我们的育才的老师，小朋友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我们育才的63岁的生日啊。那其实育才跟东山有很多无法连结的部分哦。有很多是共同的地方。我们的校庆跟育才校庆是在同一天，哇，这个大家眼光都是一样的哦。好，那我想，育才呢一路走来，一直持续一直在进步。那汤校长呢非常非常的认真，很用心哦。那我想，整个育才在郭董事长、郭秘书董事长还有副董事长。还有汤校长带领之下，一直在进步当中哈。那很多地方呢，我们都还跟育才来学习哈。汤校长的脚步非常非常的快哈。那当然，我们的行政团队、教学团队也比较辛苦一点。不过呢，我们很容易，都可以看到我们育才的进步哈。每个地方，包括我们的超前部署哈，疫情的超前部署。还有我们的创新的这一块都走在时代的尖端。每当我看到汤校长 PO 出来这些有关育才的活动，有关育才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些老师的教学方面，我都觉得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东山来学习当借鉴的地方哦。所以在这边很感谢育才，真的很用心在这个地方。当然我们的小朋友就有福了哦，因为我们老师教学很认真，那在郭董事长、副董事长还有汤校长带领之下，育才持续的一直在进步，所以家长们也很放心哈。好，在这边呢，借这个机会也祝福我们所有天下母亲生日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还有祝我们育才63岁生日快乐，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贵宾，还有所有的老师小朋友们，大家平安健康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